吃午饭的小姨妈来喽！好久没有弄爆浆蛋糕了，真的都馋坏我了呢。那么今天我就做一个我们三口之家的爆浆蛋糕，做好了叫我老公和我儿子一起来吃，一起来见证吧。那么一会儿我们区分一下谁吃哪一层，好吧？我们就开始先上色啦。先上哪个色呢？先上一个，好纠结，先上蓝色吧，好不好？蓝色力量一点，让它蹲在最下面。哇！看看我今天调的蓝色是糯糯的还是水水的，看好了啊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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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哦，我这个蓝色我感觉还是挺好看的，有没有发现？这个蓝色有一种那种，就是想象之城的那种蓝。天空是蓝蓝的天，就算它下来又怎样？今天心情很不错。哦，这个味道好吃。那么我第二层来个什么颜色呢？来个我珍视已久的黄色。我跟你讲，我打奶油的时候，我们家的食物色素黄色就只有一点点了，所以这个好珍贵呀、啊！我要把珍贵的东西展现给你们看。哇哦，那么上黄色。哦，看这个黄色是不是好糯好糯好糯？哇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这个黄色今天弄的还有那种黄橙的那种感觉，有没有发现？有没有发现？还有那种黄橙色的感觉。哦呦，太多了。剩下一点点，我下一个，啊，接着用。那么上面来个什么颜色呢？上面一定要来一个亮丽活力红，红星高照，喜气洋洋。今天看到这个视频的宝宝们，在接下来的每一天呢，都是好运当头。来吧，我们的红色大吉！哇，来了来了，哟，是心动啊！糟糕，眼睛少不了，会吃耽误的一代歌星。哟，哇！我这一坨有一点大嘛，这个也留下来一点点吧。关注我，下个视频我们一起来爆开它，看看好不好看。